贵宾，请进场之后的右手。好，谢谢，谢谢。公益一起来做一局，谢谢大家。公益捐赠仪式，全国台企联成立在业所组成全国企联谊系，由李正宏会长以及黄明志彰会彰化县的县民以及。用心的在企业的发展，那取之于社会，又回馈于社会，那对于我们台湾的乡亲哦，非常的一个关心哦。那这一次呢，特别针对彰化县，我们呢捐赠了500万。那县政府把它用在第一个富康巴士，以及我们的这个弱势的一个救助，还有部分我们用在我们的这个AED 的部分，来这个照顾更多的孩子们。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李会长及所有的乡亲哦。我这边也要特别谢谢。那我们呢，因为我们彰化也是一个中小企业的原乡，我们在外的台商也非常的多，也要谢谢我们的陈会长及各位的李监事，那他们呢也在这边大会里面极力的主张说，应该要回到彰化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捐赠。再次的利用机会，谢谢我们这个彰化的一个乡亲们。那在这边也欢迎我们这个台企联的伙伴们，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多来彰化投资。彰化本身有非常多的这个产业链，它是已经形成的，所以在这边的话，针对未来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世界潮流。SDGs 的部分也是非常符合的，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加码投资彰化。不要谢谢，因为呢，我们台企联他们是来自于这个全国各个县市的一些很成功的企业家哦。那他们呢，真的是在台湾的时间也非常有限，那很早他们就已经敲了这个时间。那虽然说我们这个台风的部分，那他们还是风雨无阻来做爱心哦。我想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李会长带领的团队。台商朋友们呢，在以前呢，被定义为呢台湾经济实力的延伸，但是呢疫情这三年呢，我们感觉呢有一点被边缘化，也被污名化了哈，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我组团把中国大陆呢全国各地的这些台商朋友们召集回来，第一个呢也回来我们的家乡看看有没有哪些投资的机会可以对接的资源，那第二个呢我们希望能够宣扬了台商朋友们呢他自己本身的正面的形象，我们在中国大陆累积的一些资源，那我们希望回馈给我们的乡里，回馈给我们的同胞跟乡亲。是也将你的目光转向我们左前方的摄影师。好，谢谢。那我们只是在前方的摄影师，我们要。